欢迎收看滚滚之弓，拉近你与300分的距离。耶、yeah, ！大家最喜欢的保龄球打球分享回来了。这个企划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拍呢？哦，因为其实这个企划还蛮难拍的。那我们之前定了一个一年期的挑战啊，就希望可以达到10万订阅。那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尝试的各种影片，最后我们终于没有做到。所以其实团队啊有点灰心，所以这次就没有再拍这个企划。那作为一个 YouTuber， 辛苦的地方大概有哪些？其实啊，小则就是感冒生病受伤，情绪不好啦。那大则的话，可能就是严重的伤病啊，哦，那家人离开，感情受挫，哦，工作不顺利，种种的都会让自己创作上面有很大的阻碍。就像先前啊 ，Rush， 他就是家里感情有一些事情，他就说他其实很不开心，也不敢跟人家讲，但是他还是要拍片的取悦大家。那像之前阿迪也是忧郁症嘛，那他还要维持他的创作品质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都还蛮辛苦的。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创作者啊，其实我们也是人，都会遇到大家一样的问题。那在那些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有比较好的 EQ 去让自己可以度过。但是那么辛苦了，没有达到目标，当然就是比较气馁。那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因为其实我最近看了一位球打球，我发觉了我打球的初衷。哦，是什么样的球友可以让你找回你的打球初衷？哦，他打球的时候非常的快乐，我看到他那种快乐的表情，就想到我打球最初就是因为我非常爱保龄球这项运动。那拍摄滚滚之弓的初衷呢，也就是希望把这种快乐感动分享给大家。所以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吧。好，走。Hello。打吗？我们欢迎来自台中的两位年轻的选手。哥哥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蔡友硕，我来自东大附中一年级，球龄4年半，打过266分。那你是国小就开始打？差不多，国一的时候。国一的时候。国一小六那段。4年半前就开始打冲手区吗？还是有先打过别的？打了差不多半年的直球、然后就直接换冲手区。对。为什么会想换？就需求感觉很低。对。好，那弟弟，这是我弟弟蔡友伦，他今年读文山国小2年级，然后他9岁，9岁，球龄也是4年半，他比我打了4年半。然后他最高分是208分，208分，对。然后他4年半前打的是什么球路？都有哎，他都有试过。他什么都会，对，很厉害。你今天想要打什么球路？都要打到。OK， 太棒了。两位年轻选手呢，都有4年半的球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以球会友一下啦。那我们大家都加油。我想要决定顺序。弟弟冲得太快了，你打了全倒，我都来不及说规则。我们的规则呢，就是如果你打了全倒或者解到技术球，我们就可以抽一颗扭蛋，里面有金银铜三色哦，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抽到一套。来，抽抽看。对，你是第一个。打开来看看是什么颜色。哦，银色的徽章。OK， 那你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一局内抽到3个徽章。那换哥哥。好，扭蛋会不会准备的不够？准备超爆。对，看看哥哥抽到什么颜色。哥哥抽到隐藏版的金色的。哇，厉害，好强哦！会打又会抽。昨天刚钻的。
哦，他新专的球，对，是因为要来上电视的关系吗？哇，这个好花、啊！哇、哦！好，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那个是双手直球、哦。对对对，他 OK 的，直的也可以。对，反的也可以，反的也 OK。看他练球的时候没有这么准、啊。对啊，对，他是表现型的。对对，他比较比赛会打比练球还好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多多关注他，越多人喜欢看他打球，他就会打得更好。对对对，又写到了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压力很大，弟弟每一球都在后面说：“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哦”重复的，对，要抽到一整套没有那么容易。他讲规则，他来。觉得就是玩不回来嘛。对啊。这个就是洗脱的样子。我就是要看看你看得懂，只会打球是不行的。看得懂球。哎呦！你刚刚有没有拍手？他有。你叫做 Rocky。对 ，Rocky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哇！哦，会漏哎，好强！好强哦！有机器在拍你，你都不会紧张。他不会，他都不会。越多越好。哪有？对对对，有人在看你，你更开心。哎呦，哥哥又要上场了。来，谁先来？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哦，对，弟弟说，抽起来，抽起来。你在用轻排的方法哦。把全部都抽出来，我们还有一位专业的帮忙开奖哦。哦，弟弟喜欢这个颜色，他比较喜欢这个。转的好棒哦！哦，好棒，好棒。弟弟不想理我。
这个是我打球有点耽误我抽扭蛋的时间。我练球的时候也是都紧张了。好吧，我的球哦。看不到里面是什么。哦，又换另外一个隐藏徽章。他说不用哥哥送，我自己来。好棒的球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第一个，第一个已经被我们了。扭蛋要剩几颗？现在好像是强迫自摸。哇！一整套！哇！太假了！全套受伤。我还有蛋吗？没有了，冲关，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加码。我初中的帽子直接加持给你。哦，哇，哦，太假了。等一下，你最高分是多少？208。208。对对对。你会不会超过208？非常有机会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，但是我好兴奋啊！不用比了，完了，想学好曲球吗？我是阿宽教练，我在滚滚珠光的教练课等你哦。记得订阅滚滚珠光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滚滚珠光的最新影片。为滚滚珠光点赞，就差你一个。订阅滚滚珠光，拉近你与300分的距离。谢谢。练难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要求组委要加码。后面还有两个试车的机会，试车2000。